大家早啊！今天我终于有时间在家里待一下，所以要给大家录一期分享视频。近期我比较喜欢、我比较 pick 的一些东西，没有品类的划分，反正就是一个杂货铺。首先给你们分享一个包，它的品牌是 APM， 就是那个卖首饰的 APM， 然后他们家出包了，我是在官网上看到的，680，反正就是700块钱以内买到手的，材质就是帆布，但它非常非常的硬挺，它装重物，它的底是不会变形的，手柄也是这种非常宽的，军绿色，很精脏，所以很值得购入，我的使用频率也是相当之高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一个 MLB 他们家的帽子，看着是平平无奇很普通的一个黑色式嘛，它这个帽子上面是有那种暗暗的刺绣，他们的 logo， 然后这前面有一个黑线的大 logo 的刺绣，头围相当之大，满足了我坐飞机的刚需。它的帽檐是直接到我鼻子这儿的，不想洗头，不想化妆，坐飞机很没有形象的时候看，搞定。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啊，这是我的两个化妆包，不是要给大家分享我洗漱包化妆包里面的东西，而是这个 size 以及它的作用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刷子收纳袋，鼻影刷、晕染刷、遮瑕刷，然后再有眉笔、眉刷，完全够用。这一个的 size 容量，它是一种细长型的，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它是够的。这个旁边它有那种皮筋的隔断，还有一个小隔层，这两个都是 MUJI 他们家的。这个呢是一大包的浴帽，我买它的原因其实不是说照头发，而是把它当鞋套用，因为我的脚比较大，有44-45，然后有时候靴子的那种长度就会更长，那么普通的鞋套对于我来说它就短了一截，浴帽因为它的弹力会比较大，这个样子我出差的时候放在箱子里面就会比较干净卫生。接下来的就是我的隐形眼镜，一直会回购的几款哈，但是戴上去都非常的水润，非常的舒服，米如的这种，它还有那种体验装，就是6片的，这种我就是随时随地放在我的包包里面。然后另外也是一个日本的，它的性价比会非常的高，大家自己截图，库博光学的，这个是台湾的。这三个全部都是日抛，因为我带日抛出差会比较方便，当然我也有月抛，也是库博光学的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小心机，一副彩片，它的性价比超级超级的高，我买的颜色是棕色，拍摄一些 TVC， 想让我的眼睛看着有神，不灵不灵的，我就会带它，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心机，你不近看几乎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应该大家也不陌生，3顿半的咖啡，它是超级溶咖啡，研磨的那个粉末是超级超级细腻的，只要遇到一丁点水，你是不需要去搅动的，你只要把水倒进去，它就化成了一杯咖啡。而且它还有很多的号，这1到6，就是它不同的烘焙时间，它的咖啡的苦度、酸度也是不同的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。它也有单独包装的，也有混合包装的。它在速溶咖啡、即食咖啡里面，品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。另外一个，泰尔他们家的洛神花茶。就泰爱酸菜鱼应该是一个连锁品牌吧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，反正武汉我还蛮爱去吃的，他们在店里面是免费喝的，但是你可以买的一个洛神花茶，里面是有陈皮、有话梅、有一颗洛神花，喝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的，非常的生津止渴，然后也很开胃，特别是那些不爱喝白开水只爱喝饮料的，我觉得你可以让你的水变得有一点点味道，不要只是一杯平平无奇的白开水。唉，妈呀，好久没有录这种开箱了，一口气说这么多好爽啊，就大家去剁剁手就好了。另外一个是我的小心机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有那么一丢丢的羞耻，这个哎，其实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它是两个垫子，但不是这里的，它是肩垫，就是可以让你的肩变成直角肩，然后可以让它变厚一点，因为我的骨架比较小，有时候出席活动或者穿一些西装的话，我希望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的宽广宽硕 strong， 我就会把它贴在里面，就是一个无痕的，然后就可以让你的肩膀变宽一丢丢，就是穿衣服会更好看，男生也是有小心机的。马丁马吉拉
Jazz Club 就是爵士俱乐部，然后也有翻译是什么爵士酒廊之类的。喷上去你就会想象的环境就是你穿着大衣，然后冬天你在一个非常安静有格调的鸡尾酒吧或者说那种清吧，喝着一杯酒和你的朋友们聊天，谈吐非常的大气但是又非常的深沉。但你靠近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暖男，非常的阳光，因为它的前调非常的稳重，但后调又有一点闷闷的那种奶香奶香的感觉，不腻不甜，这是一个成熟男人有可爱的一面。天哪，你们知道最崩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我录视频录了一半电池没电了。哎，那我就接着说吧。我刚刚从干洗店拿回来，其实是我穿去长白山拍摄的一件迪卡侬的羽绒服。我身高是193，但是我穿上就到我的膝盖上面一截了，就是一个非常长的羽绒服。然后它是可以抵御-20度的温度的，-20度，外侧是防水的，真的是加拿大鹅的平替。我是一个非常爱买东西的人，但是雷品倒很少，因为金牛座在下单之前会慎重考虑。本来应该是在2021年1月1日把这一支视频拍摄剪辑发布完成的，但是因为我的东西有那么一点多，所以我不知道应该要和大家分享些什么，之后隔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段时间买到的东西好吗？我非常草率的给这个单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雷兹杂货铺。下期见。